我在中国读音乐学院，我深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迎接机会的降临。星秀决赛之夜，我将用我的歌声掌控舞台。我天生就属于舞台，每当我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，我就全情投入，带动观众的情绪，真实决赛当晚 Let's get everybody moving。新秀歌唱大赛多伦多选拔赛2013，7月6号7:55 Hershey Center， 门票现正公开发售，